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十万倍。上午8点半，和春技术学院大发校区篮球场南区联合举办供佛斋天新春消灾祈福大法会，点万灯，供万水，护生。联络电话：高雄慈悲道场0731116566，高雄凤山中心0771035222，高雄林雅中心077221749，高雄佑昌中心0736543639，高雄生命书坊0722123223，欧元流通处0778311120，高雄冈山中心0762225555，高雄旗山中心0766933636，慈悲流通处0738178090。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与慈悲生活在一起，生命电视，触动，行动，真感动。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摩揭陀国的波沙山游化，这里是过去诸佛降伏四魔的处所。在节下安居时，佛陀与弟子舍利弗等散步经行于波沙山林。一心善谛听，光明大三昧，无比功德人，正尔当出世。彼人说妙法，悉皆得充足，如可饮甘露，即至解脱道。呀，世尊这是在称赞未来的佛呀。是啊，我们应当祈请世尊为大家做具体的宣讲。祈请世尊为大众宣说祭诵所赞美之人，并讲解未来佛弥勒慈尊的名字、功德、神力、国土庄严，以及如何修持才能得见的道理。你们要仔细聆听，并且好好思考。若人能听闻毗婆尸佛、尸气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舍佛和释迦牟尼佛这七位如来的名号而礼拜供养，便能以此因缘净除业障，在听闻弥勒慈悲的根本之道，就能证得清净心。你们今天应当一心合掌，皈依这位未来的大慈悲圣者，我将为你们广泛分别的讲说。在未来弥勒
佛的国度里，人们生活清静，心态柔和，没有谄媚虚伪的念头和行为。人们能见到弥勒如来，并为他的慈悲而摄受。出生在那个国土的众生，都能调伏身心，随顺佛陀的教化。那时，四大海水面积各减少3000由旬，陆地纵横宽广达10000由旬，地面平坦洁净，如琉璃一般，到处是奇异美妙的鲜花，花絮柔软如天上的丝缎，还生出美味的吉祥果。丛林中花果茂盛，胜过天上的花园。树木高达30里，城市房屋鳞次栉比。现在种下广大善根，并修行慈心的果报，就能转生到那里。那时，人民具足智慧和威仪德行，五欲众聚，快乐安稳，没有寒热风火的疾病和灾害，寿命长达84000岁，且不会夭折短命，身材高达16丈，日日以禅定为享乐的器具，享有极微妙的安乐。在这片大陆上，有个地方叫赤头墨城。朋友，欢迎到未来世界的赤头墨城，这里是弥勒出生、成佛、教化的国土。我是本城的守护者善教，将带领您参观我们的城市，请跟我来吧。赤头墨城长宽1200由旬，是用各种金银珍宝建造而成的。河流两岸都是金沙铺就，这里门不闭户，却从无窃贼和水火刀兵饥馑独灾，人民慈心恭敬，谦逊和顺，彼此如父母子女一般相亲相爱，这都是弥勒佛慈心教导的缘故啊。由于持不杀戒及不吃肉的因缘而转生这里的人，相貌如同天上的童子般端正恬静。人们年老衰弱后，就自行到山林树下念佛，平静而逝。命中后，大多转生到大梵天或诸佛的国土。这里的明珠柱可以将夜晚照得和白天一样。如果食用了它的能量，还能获得三禅天般的快乐。
很不错。这些珍宝山在赤头墨城到处都有，人们可以随意取用，既供人观赏，也可以照明，还能使人心生欢喜而发起成就佛道的无上菩提心。能猜到这是什么吗？莲花？这可不是普通的莲花，这是一个隐蔽的卫生间，从地面自动开关。入厕后，莲花会散发香味来遮蔽晦气。哦，是具足福德威力的多罗湿气大龙王来清洁街道了，我们去看看吧。嘿，龙王，辛苦了，每天夜里都麻烦你来打扫，多谢了。快看，那是七宝台出来巡游了。本城的囊趣王有1000个儿子，这七宝台就是王子们用各种珍宝建造的，千头千轮，能够游行自在。不过囊趣王拥有的四大宝藏可比这七宝台更加华美壮观。这四大宝藏状如莲花，是天然形成的，纵广1000由旬，藏满了各种光芒四射的珍珠宝物，每个大宝藏都附属围绕着4亿个小宝藏，里面也一样有无数珍宝，都是由四大龙王守护着。虽然这些珍宝很漂亮，不过如佛所说，以前的人们为了得到它，居然会彼此残害，结果堕入大地狱里，受无量无边的痛苦。是啊，贪心最终都会导致痛苦，所以这些不值得留恋。这里这么多宝石，简直和路边的石头一样平常，根本不稀奇嘛。就算没有龙王看守，我都懒得拿。其实我们看看就好了。是啊是啊，拿走根本也没有用啊。弥勒在兜率净土中观察选择了他们作为父母而托生。弥勒降神母胎，仍如同身处天宫般自在，降生时放射大光明，尘垢不染，他体力无量，胜过一切。